Check it. Hey.正如标题所见，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个视频。如果你都点进来的话，那你就请继续把它看下去吧。你都说女人是水做的，但是她是饮料做的，所以录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监督她每天喝过这么多的白开水，八杯水差不多吧。那这个瓶子是多少毫升？这个瓶子有500毫升。为什么要让她喝水的话，就是说因为她的皮肤很差嘛。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其实还可以，因为像就美颜，所以皮肤看起来就挺好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把美颜关掉，来看看它的真实的样子。不要，我今天还没有化妆。好吗？这个因为最近熬夜呀什么的，就是长了一些痘痘。你看你的嘴皮也这么裂，你涂唇膏是没有用的，知道吗？嗯。所以你要多喝点水。饮料也是水呀。但是它不好吗？你觉得一周喝水就是可以让皮肤变好吗？就喝很多个一周应该可以吧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before and after 吧。现在这个就是我的 before， 这边脸有非常多的痘痘，正好我最近也是姨妈期，肤色不匀。我觉得其实这些擦护肤品也可以变好的呀。这是治表不治本的直男的理论。今天的第一杯，妈呀，他现在要在我面前泡奶茶了。然后这个视频都不给大家开美颜，我相机的美颜是他给我就是调过设置，所以你们之前看到我皮肤可能都会没有这么黄，然后是粉粉嫩嫩的，那个都是他给我调了那个什么数值的。那这个视频就是我本人的肤色，还有就是本人的皮肤状况。说了那么多话我也口渴了，我真的开始喝水了。第一杯啊，好想吐啊，白水真的好难喝啊，我真的有点喝不下去了，我可不可以放弃啦？你可以闻着桃子的茶。我真的难受了，我闻着这个味道很香，然后喝进去的水是那种白水，无色无味的。感觉我现在已经饱了，都不用吃早饭了。你打个嗝就不饱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学校，第二杯。我现在到学校了，然后拿手机在录，所以声音可能有点小。我现在拿的是一瓶这个水，因为我来不及去接水，现在要赶紧去上课。就是这个牌子的矿泉水，我觉得它是在这边比较好喝的。这个喝起来它有一点点回甜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像国内的怡宝矿泉水。下好大的雨啊，我好像走不了了。接一点水。我下课了，水喝的只剩这么一点。驾驶里面还挺热的，所以我就喝的很快。哇，厉害了。驾驶里面太热了，我们驾驶有个同学都热得像要中暑了。那你半路要上厕所？嗯。满满的一瓶。新的一瓶是热的。不是呀，我觉得我今天一天喝水都喝得很饱。喝多了的话其实是比较不好的，新陈代谢太快了，就是叫水中毒吧。但反正意思就是要多喝水是正确的，也不能喝太多，意思差不多就行了。分成小口小口的喝，所以大部分水都没有被吸收，而且就是被排掉了，所以为什么要小口小口的喝。打算就是我一天还是不要喝8杯水，应该没有人可以做到一天喝8杯水。可能我今天还第一天啊，现在只喝了这个是第4杯，我觉得它已经比较影响我的就是日常生活了。因为我平常其实是不怎么去上�厕所的，但是今天我一节课就上了3次。缺口缺来了，我们刚回家，刚刚准备好糖果。我做好饭了，现在把这个剩下的水喝光。虽然都这样喝水一天了，我还是觉得喝白水就是让我会有一种反胃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了，喝光了，喝饮料了。
二天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。还是那种熟悉的反胃的感觉，很想吐。去上学啦，这个是第二杯水。今天这个瓶子我有点不爽它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口，你们看，喝水的时候它会挨着我的鼻子，然后我觉得我的粉底就会碰到这个瓶子上。然后我今天皮肤可能看起来好一点，相机还是没有开美颜的，是粉底液的原因。今天没有用那个气垫，用的是 NARS 的粉底液，所以就是遮瑕度会高一点，看起来皮肤就会好一点，和我喝水也完全没有关系。到学校啦，害羞的我又拿出了手机录，而且还不敢把手机举太高，现在要去找厕所。放学了，现在又来了一瓶水。之前一天不喝水我都不觉得口渴，反而现在喝水多了之后我就感觉特别的口渴。真的觉得这种水比那个家里接的那种应该是 tap water 要比那种好喝的多。我是真的口渴了，可是我明明今天已经喝了两杯水了，这个是第三杯。哇，这一瓶逛个超市就喝光了，太厉害了。这个是吃饭的水，已经卸了妆了，因为觉得今天的底妆比较厚，这边痘痘还是很可怕。我今天都查了一下，就是多伦多有没有做真清的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痘痘就是太可怕了。今天做了一个乱炖，我也不知道乱炖怎么做，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做的，还挺好吃的。炸一下排骨，排骨炖了一下午，哇，超级好吃。我的饭都吃光了，水还剩半杯。很多时候我吃饭可以喝两瓶可乐的，但是我吃饭居然连一杯水都喝不完。不行了，现在实在喝不下了，太饱了。奇怪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不上课，所以中午才起来的原因，就是没有那么早。一般我以前不喝水的话，是从来没有觉得口渴。我正在炒饭，我先把这个蛋黄放进去。我们最近喜欢吃咸蛋黄炒饭。好了，继续喝水。我今天的第二杯水。这一杯又完了，就是去学校 meeting 了，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在家。这是我的第三杯水，今天现在已经可以慢慢习惯的喝白水了。我准备现在来看看书什么的。第三杯水喝完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化一下妆了，因为等一下杰瑞回来我们要去看电影。可是看电影只能喝白水，想想都很恶心。现在要吃晚饭了，他回来了。然后今天吃的其实是这个番茄面皮，我其实可以喝汤就是不喝水的，但是我还是给自己倒了一杯白水在这。尝一口汤吧，汤是有味道。真好喝汤。哇，这个汤都好好喝呀。我们吃了一口那个面，结果是苦的，因为那个面粉好像是过期了的，所以就把里面的菜挑来吃了。我准备把这个水喝完，然后我们就去电影院，然后看完电影再吃饭。我好可怜啊，吃那么好吃的啤酒，你在喝白水。看了电影之后水还剩半瓶，因为看电影的时候我大概憋了半个电影的尿，我好想尿尿，但是我就憋着，因为那个电影还挺好看的。我们看的那个 Nutcracker， 现在要去吃饭，今天的水马上就喝够了，耶！烧烤，
配白水。 Oh my god， 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吃烧烤喝白水还恶心的事了，真的很痛苦，马上就喝光了。好可怜啊，这个就快点结束吧。喝水挑战第四天第一杯水，今天早上就是我自己用录视频的方式监督自己喝水，因为 Jerry 他去补课了，所以我一个人在家。这个挑战已经过去一半了，太好了，胜利在望，还剩三天我就可以结束这个可怕的挑战了。完成第一杯，个人就不太想煮麻烦的早饭，所以就喝一点酸奶吧。吃完早饭，接了新的一杯水来。我现在正在剪视频，因为今天是周六，明天礼拜天就该发视频了，然后我才开始剪。今天的第二杯水完成，这个人补课回来了，然后这里我的今天的第三杯水，现在吃午饭，今天煮的是面条，然后有酸菜炒的渣渣肉，下面吃应该很好吃。今天的第三杯水完成，今天的最后一杯水，今天完成任务的速度很快。第五天了吧，应该是蜜桃茶的味道，好甜好甜的味道，就是很香。可是我还是只有喝白水。我觉得我的皮肤虽然痘印还在，但是它真的变光滑了，就很神奇，就是摸脸上的闭口什么都没有了。要加点奶吗？你的里面。喝水越来越快了，现在完全没有就是想要呕吐的感觉，而且就是每天会觉得很口渴。我今天的第二杯水，我现在在楼下，就是自己看一下书什么的，是我们两个人学习的时候最好要分开，不然他就会一直跟我说话，一直转过头看我，就像有毒一样。下来了下来了，他说他下来喝水。今天的第二杯水还剩一些，我觉得我今天喝水计划失败了。第二杯终于完成了，天都黑了然后我才喝完。今天的第三杯，今天呢我打算要炒干锅。本来呢吃干锅是一件很开心的事，但是我一想到我吃干锅居然要喝白水，我就觉得自己写作业本来已经很辛苦了，然后我还不能喝饮料。看看我们上个礼拜买的这个桃子汁还没有喝过，这里我最爱的柠檬茶，哎，这个礼拜也还没有喝过。第三杯完成，吃饭第四杯水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吃干锅的时候喝白水也是可以忍受的，因为干锅太好吃了，所以白水都不算什么了。
只要你旁边的人不要喝饮料的话，白水真的不算什么。好辣，不辣。现在已经8点过，就时间有点晚了，所以我把最后剩的一些水喝完就上去了。OK， 今天一共喝了4杯水，我不打算喝第5杯了，因为太晚喝水的话脸会浮肿，然后会长眼袋什么的，我眼袋已经够深了。明天继续加油哦。今天的第1杯水已经喝完了，因为非常早，我真的不想说话，现在上学要来不及了，现在要在车上吃早饭，然后就开始喝我的第2杯水。这里插播一个我的煮蛋神话，因为放下水的时候它破掉了，然后里面的蛋黄全部都没了，只有蛋白，正好我只吃蛋白。现在又拿了手机，然后我化了个底妆，杰瑞说我今天皮肤看起来很好，我还是用的那个阿玛尼的气垫啊，就那个完全不怎么遮瑕的，是吗？这里是我刚才没有喝完的第2杯水。我下课了，今天我上课的时候没有怎么喝水，因为我的教室是那种大家上课比较大，不方便去上厕所。快的时候就是这一点，他给我接了新的一杯水。接的好满，放学准备要回家了，但是我今天的第3杯水还没有喝完，因为在学校里面实在不方便跑厕所。你说醉吧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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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车上喝水要小心。今天晚饭吃一家很久没有来过的越南菜，他们这里的咖喱蟹很好吃。想喝白开水，那么多好喝的，我为什么还是要喝白水？过这样的日子，明天就结束了。这个看起来很丑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如果可以配上汽水吃这种咖喱蟹，那肯定更好吃了。这个水喝完，哎呀好恶心啊，就当作是我的第3杯水喝完。我回家啦，刚刚数了一下，我今天之前应该是已经喝了4杯水了，然后这个是我的第5杯，所以今天是喝满水了的。因为现在已经8点过了，时间还是有点晚了，所以我想说就是喝完这个水我就去卸妆洗澡，然后早一点睡。明天我是没有课的，然后明天是喝水的最后一天，太爽了。所以明天我打算要在家里写 paper， 明天在家里就可以随便喝水。我也不清楚我这个喝水的方法呢，它是不是健康的，是不是科学的，但是呢，按照我这样就是一周没有喝饮料只喝水下来，我是真的有感觉自己的皮肤摸起来就是变光滑了，就是闭口那些很神奇的它就是都没有。然后上妆的话，我觉得底妆看起来就是感觉它更服帖了，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变，唯一变了的就是我这个周都没有喝饮料。所以我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以后是不是应该少喝一点饮料，或者说就是多喝一点水。然后我觉得上个礼拜我们应该是没有发视频的，因为这个周真的很忙，我们两个都有 due， 然后就是没有人有时间剪视频这样，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透露一下吧。我之前在 Instagram 发了，就是说我们十二月要去坐游轮，然后问大家就是坐过的人觉得从哪一个地方出发的船更好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订了，前段时间订了从迈阿密出发的今年最新的一个游轮。虽然现在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吧，但是熬过去就好了，就像我喝水一样，熬到了倒数第二天。感觉过了明天我都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了，因为我一个礼拜没有喝饮料。终于到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我就要去喝奶茶。本来想今天一起来就开始写我的 paper， 但是手机真的太好玩了。你看我的脸色是不是变好一点，就不是那种发黄的对吧，我没有调美颜吧，真的比就是第一天的时候还是光线问题啊。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脸看起来就是又光滑，虽然还是有痘印，脸色没有那么黄，真的没有那么黄。今天的第二杯水，现在开始吃午饭，吃的就是昨天那个剩的海鲜饭。这个海鲜饭它不是那种西班牙海鲜饭的味道，它是那种有椰子味的。感觉我的一周喝水挑战有一点像 weekly vlog。 我边看 YouTube 边喝水，就喝得很快。今天的第三杯水，水啦。为什么有块冰？怕太烫啊。我的第四杯，第四杯完成，我们现在开始吃饭。今天买的那个卤肉饭回来吃，因为不想做饭。这个是我今天的最后一杯水。我觉得这个挑战对于我自己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挑战。请问我的监督员，你觉得我的挑战成功了吗？他证明我真的一点饮料都没有喝。我证明，我发誓。你觉得我的皮肤有变好吗？嗯，比较发嫩。比较滑嫩，因为我的皮肤是混干的嘛，就是鼻子这边会比较容易出油，然后脸颊都是蛮干的，以前是这样，但是这一周下来我的脸摸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干了，就是很正常的感觉，觉得还是挺神奇的。所以我决定虽然结束了这个挑战，我以后还是会多喝水。虽然不是说天天都要一定喝满五杯这样，但是至少就是少喝一点饮料，多喝水。如果你已经把这个无聊的视频看到了这里呢，首先非常的感谢你，然后就是想说不要忘记给我点赞，也希望大家少喝饮料多喝水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喝奶茶。